能抽两百的抽两百，能抽二十的抽二十，能抽十块的抽十块。你让我再坐在寒舍，我想回去躺。躺床上啊？你困了是吧？外套困穿的吗？我还好，我不是很困。你躺会儿就困了，我你跟给你我说。手给我看一下，啥？过来，啥东西？过来。看啥？戴这个戒，哎，过来，给我边上来。手戴这个戒指不是结婚的意思吧？是吗？不是，是啊。不是，是吗？想戴啥戴你啥手有点呀？粗，你这手有点胖胖的，啊？你不觉得吗？胖吗？我不管多胖，我觉得都挺适合戴戒指你的。坐那，坐那吧，坐一会儿啊，了。好烦呀！我想回去躺着，太难了我。那你躺这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就不能躺床上吗？哎呀，我在抽礼盒嘛，你坐在那坐一会儿嘛，我们聊聊天嘛。你这么急着睡觉干嘛呀？现在才几点钟？刚刚还说早的，现在到酒店就要睡觉了。我都睡了，你平常这个点不应该还在外面浪吗？我从来不浪的，好吗？我跟你讲我啊，长沙最后的单纯，有没有听过？你刚刚来还没来酒店的时候，你说回这么早回去干啥？我要送你回去。现在你到酒店了，开始耍赖皮了。那主要是天气太冷了，哪里冷了？在酒店里还冷吗？所以在酒店就你不是不怕冷吗？就刚想刚，睡觉呀。你不是不怕冷吗？你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单身的后果，不要向我学习啊、真的，太核心直男都说了，我要看他们在这里给你说留了言什什么么。是吧？对啊，都在说，我看给你留疯狂什么，暗示。我看给你他们留什么哇，言了。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弹幕啊？直接就出来我转告你，你知道吗？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。你们是让酷酷注意安全，还是让我注意啊，安我全？觉得就这样吧。我请你吃个什么小龙虾啥的，你们就，啊，我们先出去怎么样？吃点夜宵。我们才喝了一杯奶茶哎，奶茶不吃不解饱呀。不是你大半夜的干啥吃夜宵啊？太文和友，重了，你知道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行不行？吃最好的。好烦吃呀！海鲜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去洗个澡，然后啊，睡个觉？这个时间，我觉得睡觉挺适合的，你知道吗？再加上这个夜景，我在看他们发给恭我喜小小娇啊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中金卡的多潇洒，你看没有中金卡的多孤独，没有抽奖的更孤独，对不对？大点干，早点散，兄弟们，好吗？大点干，早点散啊！上电视抽，我跟你讲怎么抽这个礼盒啊？你们看一下边上有个球球，打开，这里有个普通礼盒和一个高级礼盒。你们抽这个普通的礼盒，这个1块钱就行了，1块钱就能爆张金卡，金卡中的就是 1K。高级礼盒有金卡和航母，这个是五，这是5K 和 5W，好吧？这个中出来是 5W 啊，舰队出来是 5W，冲这个是 1K。专家建议现在有二十，现在有航母啊。航母舰队已开启，能抽二十的抽二十，好不好？我操，又中奖了！飞天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中奖了，看到没？超跑家的老铁，第一天抽5级牌子，专家只花了这个没花多少钱，真牛啊！我靠，第一天抽奖就中了，看到没？超跑家的。你在干啥？你干啥呀？这干啥呢？充电宝。哦，你充电宝都带出来了，已经就怕手机没有电了是吧？哈，你。一个爆金卡可以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领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操！
真的是改了一个狗标题啊！我出了个改标，叫了一个爆金卡就爆了嘛。啊，你们懂的啊，你们懂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找皮卡丘啊，找皮卡丘，你在干啥？啊？找皮卡丘啊，中的找皮卡丘，皮卡丘请扣分，皮卡，啊，身高一米五五啊，身高一米五五，身高一米五，我有人问我身高多少，一米五五，我一米五高，你多高啊？你一米几啊？都是一米多，一米多一米多。感谢徐飞，谢谢。为啥他们现在都不说话？是不是开会是假的呀？想走了。啥？嗯。我头发太乱了。我俩发叔还开会不？开。所以你是不开会了吧？谢谢大家礼盒，感谢啊！礼盒继续啊！你看都不接了，就证明不开会了。不接电话。喂，今天公司有没有会要开啊？不开了。啊啊！会要开。不开了是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有没会吗？啊，你在直播吗？啊，没啊，在直播，算了算了，不要。哈哈，哦，原来是没有会开的，挂了，嗯，那我正常一点，还准备换衣服出门了，天哪，这个谎说的，打脸了，这完了呀，这好了难当呀，你看抽个礼盒，抽礼盒被逼了，你看，打电话给发叔让我正常一点。太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好肥哦！哪里肥？你刚才说我手肥，哇哇，为什么在心里看真的好粗哦？对啊，怎么？你的手真的好粗啊！你的手，你是真的粗哎。所以你是不开会了是吗？你想我去开会吗？不是啊，你都没有会要开了。本来是要开会的，他看到我在直播，他说不开会了呗，故意的呀。他就本来说好是要开会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放我鸽子。所以可以回去躺着了。我一直想要躺着，你这床那么舒服，不躺着浪费了。我怕你躺着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让你一次选择，让你有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你想躺在那张床，还是两个人躺这张床？啊？让你一次选择的。两个人躺这张床。不是我们，你一个人躺这张床，还是两个人躺这张床？那为什么不能两个人躺在一张床呢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第二个意思，就是你想两个人一张床，还是一个人一张床？嗯，我不能露眼了，我觉得要被人肉。想什么呢？这个船那么小，还想两个人睡呢？想什么呢你？一个人睡太冷了。啊？一个人睡太冷了吗？现在冬天，那你有空调，你就开个空调吧。现在是冬天好吗？那你有空调，你就开个空调好不好？空调坏了吗？你去开，你去开一下，开一下。那里有空调，快点。然后呢？去开一下空调。你是让我开冷气还是开暖气啊？你想开暖气就开暖气，你想开冷气就开冷气。好不好？对，那个是空调。你按一下，你调一下啊，好像开的是冷气啊，这个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开冷气啊，太冷了，所以要两个人睡，你知道吗？哎呦喂 ，sorry。还截图啊，这个好丑啊，谁截图？他截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两个的群，为什么我这么丑啊？笑死啊！我他妈你在干啥？把我截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头发怎么会
俩小时。兄弟，你在干啥？你能不能给我结帅一点？啊？我怎么跟个智障似的呢？在你面前？啊？你笑啥？我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，就已经憋不住笑了。开冷气，像我们开的就不开冷气也挺冷的，我觉得。看我后面字了吗？滚，看到没有？你不出门了是吧？啊。啊。你也不能出门了呀。你要出门去哪？都不用开会了。没看到吗？刚刚有那个朋友约我吃夜宵的，你没听到吗？我没有看到呀、啊。